彰化縣青雄國際冬季會集合在各界的愛心，在咧歲末年終舉辦餐會，也來分送白米等民生物資，予500名的弱勢民眾感受到社會溫暖。因此，我嘛希望每年有更加多單位來響應，將愛心擴大。彰化縣青雄國際冬季會加貴都餐飲、市公所、南寮宮等單位做會做愛心，邀請500名加收入户做會圍爐，而且分送白米等物資，予因過好年。非常感謝啊，我們貴都餐飲集團林振孟總裁啊，以及我們彰化市長邱建富啊，以及我們青雄國際同濟會啊，所有的啊會兄會嫂。以及我们彰化区中庭堂主席啊，所有啊同济会的会员们啊，今天啊抛砖引玉举办啊这个寒冬送暖的活动。那政府力量有限，民间力量无穷啊，这一次的这个寒冬送暖板的送爱心的活动，除了板的之外呢，也有很多的物资，包括了白米、面条，还有菜脯等等的啊这些爱心的啊物资，就是希望呢，透过抛砖引玉的活动，啊引起社会各界的啊共同的参与。贵都餐饮用心准备澎湃食材料理，配合这次的关怀餐会。杨会长感谢各界热情赞助，马中心冬季会落实社会关怀的宗旨理念。以彰化市公所社会客有列册管理的这个低收入户为主，那我们有大概 UB 了大概100户左右，所以目标应该是600户左右。那刚刚也感谢我们贵都餐饮集团的这个林振孟总裁哦，还有我们青雄同济会所有的会众的支持。那同时也发扬同济会的精神，关怀弱势，造福人群，照顾儿童啊，是我们同济会最大的宗旨。那希望在明年的时候继续来举办这项活动，让爱心不要停止。这样，岁末年终，社会弱势族群在各界爱心之下，会当好好享受一顿美味料理，感受围炉的欢乐气氛。社团、企业友爱、市公所等各界响应，和这份爱心在寒冬当中更加有意义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中华采访报道。